起棒棒棒，好听的歌声唱唱唱，喊累的凤凰看看看，好妈妈也乐疯狂。软软的米饭，热热的汤，蔬菜的健康，水果的香，美好的食物是太阳，照耀着成长。快乐的饮食好习惯，一起来培养。各种的美食也喜欢，一起来分享。我们哇啦哇啦哇啦，吃吃大餐，最美好的时光。我们嘻哈嘻哈嘻哈，小小的床，开心的方向。我们哇啦哇啦哇啦，煮煮大餐，味道是最棒。我们嘻哈嘻哈嘻哈，最喜欢。信封有，胶水有，剪刀有。村长，你要剪刀做什么呀？我的胡子粘在信封上了。哎呀，喜羊羊，把懒羊羊的成绩单交给妈妈写。啊，懒羊羊成绩单，那喜羊羊拿去的是什么？村长，你家的电费单为何送给我？哎，这是意外，这个才是给你的信。哦，什么？十颗有八颗零分。息怒吧，希望你回去能好好监督懒羊羊同学读书。村长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儿子，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那开始吧。据说吃辣椒可以提神，赶紧多吃几个，开始复习。这么多书要看到什么时候啊？妈妈侠，我要上厕所。不怕，看我的。儿子，现在可以看书了。红夫人，你在我家墙壁凿个洞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家停电了，借你家的光让我儿子看书。可是我在上厕所。真不好意思，我儿子快考试了。麻烦你到别的地方方便可以吗？儿子，赶紧复习，快考试了。明天再温习行不？不行，你必须比其他羊加倍努力读书，不然又要考零分了。我再加倍努力还是会考零分的。儿子，只要你努力，肯定会成功的。你说的轻松，有本事你也去上学考试啊。好啊，去就去。可是有学校会收我吗？借口。那好，妈妈明天就说服村长让我上学。不过有言在先。什么？如果我考试及格，你也必须及格。没问题。要是你不及格又如何呢？那我以后再也不监督你学习了。还好，蜡钩上吊，不许烂。起立。
老师好。妈妈侠这么早就来给懒羊羊送饭呢？我不是来送饭的，我是来上学的。来上学？没错，妈妈侠是新来的插班生，你就坐在懒羊羊同学旁边吧。孩子，记住我们的约定啊。这个给我换，拿这个给你换。懂的。红同学，红同学，你应该注意课堂纪律，你应该先跟我换。村长到底要写到什么时候啊？村长，我来帮您擦黑板吧。谢谢你，妈妈侠。红同学，好吧，我再重新写一遍。不要啊！大家翻开语文书第30页。有谁愿意朗诵一遍课本的内容呢？好，就红同学来朗诵吧。什么？我来朗诵？在紧急关头，软绵绵老族长使出一招移形换影，击退武大郎。红同学，你在读什么呢？软绵绵武侠传。现在是智力问答。一只鸡加一只鸭等于多少？红同学，你来回答。一只鸡加一只鸭等于一道菜。红同学，我们要尊重生命。一只鸡加一只鸭等于两只家禽。为什么呢？鸡先生，请问你是什么？家禽。鸭小姐，请问你又是什么？家禽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现在你明白了没有啊？明白了。学习要举一反三。请问一只鸡加一只鸭加一只鹅等于多少？妈妈侠，你输定了，以后终于没有人监督我学习了。好，下课啦。妈妈侠，你为什么把自己绑在椅子上啊？我不把这20000本书看完，我是不会离开教室的。不离开教室，你怎么回家做饭呢？我已经把这几天的饭菜都做好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和儿子有个约定。约定？如果我考试及格，你也必须要及格。没问题。这就是我和儿子的约定。原来这才是你当插班生的原因呢。
没错，为了懒羊羊，我现在要努力读书，考试及格。妈妈侠，对不起，那天我们还嘲笑你迟钝。妈妈侠，我们决定24小时帮你补习。谢谢你们。但是你要请我们吃饭。嗯嗯。谢谢大家帮我补习，明天的考试我会全力以赴的，这些食物是奖励你们的。光顾着复习都没时间做饭了。上午的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。妈妈侠考得怎么样？惨了。妈妈侠，我说过读书很难的。太好了，以后没有人监督我学习了。我是说懒羊羊你惨了。红同学考了61分，刚好及格。怎么可能？妈妈侠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儿子，我说过只要努力肯定会成功的。妈妈侠，我以后会努力的。努力读书，嘿嘿，懒羊羊你没有机会了。亲爱的小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灰太狼，你好卑鄙，玩偷袭。你管我偷袭还是空袭呢，能抓住你们就行了。小红，你居然偷袭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妈妈好啊。妈妈，去蛋糕，小心。好吃啊。妈妈，你一定会回来的。笑笑地闯。